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火灾中心发布的统计，截至当地时间7号下午1点，加拿大在燃火场有1138处，其中753处属于失控状态。火灾目前仍集中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、艾伯塔省、萨斯喀彻温省等地，其中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中部落基山脉以东的内陆地区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，常年高温缺雨，空气干燥，每年都是林火高发地区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目前有405处在燃火场，该省多个地区发布了疏散令。加拿大西北部与阿拉斯加接壤的育空地区，目前的火灾形势也不容乐观，该地区部分区域同样发布了疏散令。林火产生的大量烟雾，使得一些火场附近的几乎所有城镇都发布了空气污染的警报。另据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消防部门表示，当地时间7号起，气温有望下降，可能的降雨将会对目前的火情控制起到积极作用。持续蔓延的加拿大林火不仅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安全，随着林火造成的烟霾在大气中不断扩散，加拿大南部和美国多地空气质量也显著恶化。近日，纽约等城市的 PM2.5 污染程度一度位居世界前列。据观察，林火释放的 PM2.5、PM10 有机气溶胶、黑碳等空气污染物，受西风环流等作用，还在全球长距离传输，波及欧洲大陆、北非和亚洲一些地区。